娱乐圈从不乏女神，但在真实的镜头下才是女星们的真实面目。谁是真女神，谁是照片也一目了然了。之前一直有人说赵露思脸太胖，但是生图真的很能打啊，甚至比工作室精修更加美，直接把我美晕。话不多说，上图片一。娱乐圈中还有其他女星是生图比精修更美的。黎姿51岁，近日51岁的黎姿出席富豪聚会，生图下的状态却令人惊讶。暴瘦之后的她肩膀和手臂看起来有种提包骨的感觉，手臂上的皱纹明显，体态也变得有点驼背，看起来老态明显。黎姿的脸看起来虽然皮肤紧致没皱纹，但脸部僵硬，上眼皮像是被什么东西压着，有种睁不开眼睛的感觉。即便是笑着，但下半张脸几乎没有任何变化，像是蜡像人。黎姿虽然退圈多年，但一直状态还是保养得不错，这次的颜值滑铁卢真是令人惊讶，果然冻龄女神都是假的。二，杨幂36岁，近日杨幂的新剧《爱的28定律》称得上的杨幂的颜值滑铁卢，即便在厚厚的磨皮滤镜下也掩盖不了她的疲态。在剧里杨幂的身材还是保养得很好的，但耸拉的眼皮、法令纹、下垂的下半张脸真实暴露了她年过35岁的年龄。她和小9岁的男主徐凯同框，这对姐弟恋还真的有点难磕。杨幂的大眼睛一直是娱乐圈女星中的亮点，但随着年纪渐大，杨幂的脸垮得越来越明显，更致命的是她脸上的疲惫感这几年越来越严重。三，赵丽颖35岁，比杨幂小1岁的赵丽颖一直是圈中娃娃脸的代表人物，少女感这一块她是拿捏得死死的。但赵丽颖的野心远不在少女感上，她在新剧《风吹半夏》里大胆展示了自己最真实的模样，下垂的眼袋、法令纹、嘴角纹都清晰可见。随着年纪渐大，赵丽颖脸上的胶原蛋白逐渐减少，原本的圆脸也渐渐变成了骨骼感突出的脸型，让她看起来成熟了不少，但这并不会减少她的美貌，勇于接受衰老的痕迹反而让她有种自然松弛美感。四，杨颖33岁，85花中杨颖算是年纪比较小的，而她的状态也一直保养得很好，哪怕面对对脸高清镜头，她的巴掌大小脸蛋还是毫无压力。不过胶原蛋白的流失还是让杨颖原本就没什么肉感的脸变得骨骼感明显，看起来虽然美艳，但少了几分少女感。杨颖的身材一直保持得很纤瘦，但有时候穿着性感的礼服，肩膀突出的骨头反而让她看起来有种干瘪感，少了女性美感。五，关晓彤25岁，关晓彤一直有红毯杀手的称号，因为她总能在红毯上找到不适合自己的造型，比如前段时间那套白衬衫黑色薄臀裙的造型，生图不但被调侃像酒楼部长，而且勒出了她的腰间赘肉，让她上半身看起来虎背熊腰。好在近日的红毯上她终于找到了合适的造型，这条吊带长裙和黑色薄臀裙都完美包裹出了她的曼妙身材。25岁的关晓彤在女星中还是有一定的年龄优势的，生图下的皮肤状态很绝，胶原蛋白满满，不过某些角度也能看得出来她有些发福，下颌角很是圆润。六，刘亦菲35岁，刘亦菲一直有神仙姐姐的称号，但当神仙姐姐发福了，而且还穿了不合适的衣服时，同样是灾难现场，比如这套高领设计的礼服就把刘亦菲的圆脸、圆肩、后背全部展露无遗，纵然有着得天独厚的长相也耐不住这样的考验。不过35岁的刘亦菲确实也不如年轻时优越，脸型明显发腮，变宽变圆，少了几分精致感。七，金晨32岁，近两年风头正劲的金晨状态是圈中女星中公认最好的之一，长期健身的好习惯让她的皮肤紧致，整个状态看起来很年轻，但她实在太瘦了，穿这种紧身裙子看起来就像是纸片人身材。而且她还有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嘴歪，生图下更是明显，鼻子也有点突兀感。八，高圆圆43岁，43岁的高圆圆前段时间也迎来了美人迟暮的危机，生完孩子的她完美的脸上出现了法令纹、眼周细纹等等，昔日的少女元气感大大减少。而在前不久的红毯上，
一袭黑色复古长裙的她，面对高清镜头，眼周细纹和法令纹依然明显，但也能看到高圆圆的五官立体，很能打。岁月的痕迹未必就是不好看的。九，张萌，41岁，岁月的痕迹未必是难看的，但是非自然痕迹就真的有违和感了。近日，41岁的张萌出席红毯，她的身材保养得十分好，傲人的上围，又细的腰身，诠释了中年女性的美。但生图下张萌的脸就有点拖后腿了，该有的法令纹体态感明显，额头和苹果肌有种不自然的肿胀感。十，柳岩，42岁，柳岩是圈内著名的性感女神，抛开脸不看，她的身材绝对是艳压的程度。前不久的红毯上，一袭深 V 黑色礼裙低调展现了什么叫中年女性的性感，傲人的上围加上曼妙的身段成为全场亮点。虽然脸不算最出众的，但柳岩的状态还是保养得很不错。十一，林志玲，48岁，说到圈内性感女神，当然少不了林志玲，不过在高龄产子后再度复出的林志玲还是有不小的变化。前段时间她出席某活动，中气感十足的苹果肌让人惊讶，眉眼看起来很是僵硬，整体看起来虽然很精致，但很不自然，像蜡像人。最近她和富士康老板娘曾心莹合照，状态还不如曾心莹自然大方呢。十二，梁小冰，52岁，梁小冰年轻时是著名的香港古装女神，中途一度因为结婚生子退圈，直到近两年才复出。近日，52岁的梁小冰出席一场内地的商演活动，当天她穿着打扮十分少女，但身材发福严重的她还是掩盖不了自己的年龄感，走路的时候甚至需要旁边的人搀扶着。梁小冰的五官还是还能打的，但发福后的她脸部足足大了两倍，脸上的肉感十足，胖到没有脖子，从女神直接变成了大妈了。十三，孙俪，40岁，一向注重养生的孙俪，在40岁的时候却一直被调侃老得快。孙俪衰老最大的痕迹就是眼睛突出，脸也变大变宽了一些，加上脖子变粗，看起来大妈味很重。前不久，孙俪亮相红毯上，一袭蓝色裙子让她看起来很是成熟，微凸的眼睛和明显的眼袋，有些松弛的皮肤都让她看起来有明显的年龄感。十四，汤唯，43岁，汤唯和舒淇一样，都是属于松弛感美人，这类女性身上的独特气质十分明显，盖过了皮囊带给她们的影响。43岁的汤唯，如果单从皮相来看，脸上的法令纹、松弛的皮肤都很明显，但这不妨碍她身上的气质美。十五，林心如，46岁，林心如虽然谈不上是冻龄美人，但年轻时也是实打实的美人。但近日，46岁的林心如在出席某活动时，生图状态却吓了大家一跳。她的脸部线条变得非常不流畅，鼻子更加变得突兀，整体失去了协调感，看起来很怪异。16，樱桃，42岁，在40家的女星中，樱桃的状态算是保养得很好的了，脸上没有明显的衰老痕迹，而且有种自然的松弛感，看起来很舒服。早前很多人被樱桃这组沙滩照惊艳，通过运动来保养自己的樱桃身材也很绝。看了这16位女星的生图，让人感慨在岁月面前大家都是平等的，而随着年纪增长，有时候自然的松弛感往往比刻意的保养更让人舒服。好了，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见，拜拜。